我让你感受感受。我说，我让你。哎呦我的妈！刺激！我吓得好着了。又好什么草根啊？你不要害怕，我又不让你去。让我去？对，你就搁家躺着吧。哥，我走了。嗯？干活怎么没让我去的呢？不对劲。等一会回来换病，不用来逮我一顿毒打吗？行，那你去看看吧。看到吗？今天我非要拿捏他一样。有人天天跟我俩七七八八的，我治不了你，小样子，跟我斗，你还嫩了，没你了，回家。寒江孤影，江湖故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、哎？那谁，那我岳鹏吗？叮叮叮啊！岳鹏，岳鹏，你跑了吗？你跑了吗？哎呦我的妈！跑了吗？你干什么？我干，你搁这干嘛了？我不找你了吗？找我了啊？我刚跟那拔草，你是不是踢我了？我什么时候踢你了？你看我装，你看我装啊！你扔了我七丈远，你装什么装？我什么时候踢你了？干？你没踢我，你跑什么？你跑什么的啊？你心虚什么？见着母了不害怕吗？你别我废话，别我废话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可是踢的啊？没有、啊，你是没有？你笑什么？笑什么呢？笑什么？啊！逗你玩了吗？逗你玩了？逗完了，你看着鞋来，你看着鞋跑的，啊！你跑什么？你跑什么？你跑什么？对，你跑什么？来，玩，你让我踢住，快点！这怎么让你踢啊？你在哪跑啊？你让我踢住，我来感受感受。你可是没事找事，没事找事啊！来，我玩气啊！我趴了啊！我趴好了，趴好啊！不要看我！哎呦我的妈！啊！不看我？这谁这么脏？脏！我刚给他扒的好的，他一脚从后面给我踢，我就给我踢懵了。我问你是谁个嘞？这谁这么脏？你给我踢下来！你有病吗？谁有病？哎呀，我头啊！谁有病？哎呀，头可快我踢的可快我，我也来感受感受。我让你感受感受。你什么？让你感受感受。哎呀！让我感受。是你没啥了？我问你啊，你个司机干了？带着病。Oh.